月的风，八月的雨，卑微的我喜欢遥远的你，你的过去无法参与，但我还是喜欢你。眼角升起的泪光，无边无际的游荡，眉下的一记荒唐，庸俗的写在脸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麦小东，我们现在在花土哥。今天下午，先去吃个饭吧，吃个饭，买点水，买点生活用品，然后我们下午去那个芒来的，翡翠湖，再接着就去东台吉乃尔湖。中途会路过那个水上雅丹，你觉得要去吗？去过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哇，那去一下吧。路过是会路过的，就是。我们还有多久到那个翡翠湖啊？快了，就10分钟。那它离那个花土哥很近啊？它就30来公里嘛。我本来想睡一觉的，太困了，吃饱饭就很困。要么你到景区之后先睡一个小时，然后我们再拍，来得及啊。现在才3点多呢，可以，我想睡一会儿。我们已经到了芒来的翡翠湖了，小车停车费是10块钱，我们房车是20块钱，小车可以开进去，应该是可以绕一下吧，我们房车是不能开进去的。核心景区还有3.4公里，就是还要走进去的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房车不能开进去，还走进去还得三点四公里，那你好歹弄个区间车。水上的列车就快到站，开往未来的路上没有人会再回返，说声再见吧，就算留恋也不要回头看，在那大海的彼端一定有空梦的彼岸，做最温柔的梦，盛满时间心色匆匆，在渺茫的时光，在千百万人之中听一听心声，一路不断失去，一生将不断见证，看过再多风景眼眸，如初清晨，爱依旧让你动容，亲爱的旅人，没有一条路无风无浪，会有孤独，会有悲伤，也会有。我感觉我已经走了很久了，离核心景区还有3公里，我眼睛快瞎了。2.5公里。我刚刚看到你3公里吗？我眼睛快瞎了，忘记戴墨镜了。不想走了，实在不想走了。我不想走了，我觉得不值得，不值得我让我走这么远。如果车开进去可以玩玩是吧？对。开走那么远，我就无人机飞过去随便拍点，我们撤。嗯，你看看嘛。因为如果你人要拍照，你去东台吉乃湖更好看，因为它很有马尔代夫的感觉的。今天的天气也就是这样子的。起飞要来回6公里，拉锯。这里有限高的，限高120米。我现在已经飞了3.4公里了，好像也不是很好看。或许今天天气有关系。天气关系吧。没有，就是那种让人家眼前一亮的感觉。没有那种翠绿翠绿，可能也要后期吧。我不飞了，我飞回来了。不是很想拍这里。飞回来还有40%多的电，然后还有3.3公里。突然出太阳，那就再臭美一下吧。走过人间，再去往更远的远方。你灵魂深处总要有这样一个地方，永远在海面飘荡，在半空中飞扬，永远轻盈，永远滚烫，不愿下沉，不肯下沉。